在干嘛啦？为什么可以这样乱抱别人小孩？我现在又不会这样。啊，你手机在拍什么、啊？我们两个都在旁边，你看一看，把人家抱走是怎样？为什么要一直录啊？你可以告你，你知道吗？只是碰一下而已。那你为什么要碰他？蛮喜欢小孩的、啊。你想抱，你可以跟我们说，你不要这样子先把他抱走，很危险。我自己也生不出来，生不出来很辛苦。但是你还有其他方法、啊，这是个礼貌问题，好不好？这个给你，小孩子不是喜欢钱的吗？你不要再抱起别人的小孩了，糖果也不要随便给别人孩子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哎、欸，你要去哪啦？